就冇掉啦，失醒嘅啦，我也可以啊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呀！干嘛呢你们？我放下去你就告诉他啊。好啊。1、2、3。干嘛了？那不是隔壁是二狗子吗？啊，你哪个哨子？你哪个哨子？偷我家的鸡，偷我家的羊，你妈这个逼的！我操你妈！你还打我？你瞎呀！跟你说多少次了啊！天天老是低着头玩手机，招了一天害死你知道不？你个傻逼！哦哟，咱俩谁瞎呀？